Kevin，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，你们小两口慢慢聊吧，我去联系模特啦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啊，对不起，今天不是周末，没有提前告诉你，但是。 I have good news. What's up? 新锐设计师，我入围了。The show is tomorrow night. Really? 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这么优秀啊。5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啊，Congratulations. 哎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 Friday 呀？我们待会儿吃个饭吧。吃饭？ 但是你真的不记得我们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你等一下，今天我没记下来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我们的相识纪念日啊。Our third year anniversary. 别人说。 来得快的爱情，去得也快。我不信，从第一眼看到你，你就知道你是我要娶的人。3年，如果我们能相处3年就结婚，好吗？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了吗？3年了，过得可真快。反正餐厅我已经订好了，那你就先打理打理，换个衣服。 等我一下。OK， 嗯，等你。